因为它场馆太大了，想坐满确实也有难度。而且今天是周几啊？周二，周、啊、哦，周中他可能去。因为一般周五开始就会满人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来劲了！耶！这一高，哇，味道嘴巴里面，爆掉了。不过小火龙带多兰戒真的比带多兰剑厉害。坏了。微微坏了，凿还有风在手里的 Q 三，别掰卡尔玛在，来开火不粘住，不用 RQ 砸差一枪，哇，这个头该让的呀，而且一般走的时候都是天黑的，对他们七点比赛嘛，对吧？打完天一定是黑的，还有公关公司吧，这思路相究极新奇，又帮人早就想开了，公关。哦哟，血交大了，硬锁！哎，有卡尔玛的，但是鳄鱼靠了，死了，被刷了段大跑了，哇，很关键啊！结果中野联动 LNG， 没办法，没办法，那个越南乡音是吧？对，哎，勾有视野的喽，给大招卡牌大卡片，哇，这伤害，也猛炸，小龙也要有了，而且把又把风龙刷了，风图刷了。那这把龙魂又有压力了呀，对，风龙一旦在前两条出现，那这一把的龙魂竞争就会非常激烈，想拿进不来要打完咯，没什么，还行，还是打完了，叫个妈过来叠一下技能层数，紫卡紫卡这个位置还不错，怎么说紫卡要出来了，展现红路咬吉瑞尔，哦哟，一换一，但真的这个有点能打吗？有点能打，复活了，要收完了感觉，闪现被闪现反应过来，续个 Q， Scout 扭个链子，哎 ，Scout， 哇，真的很亏啊，这样打真的亏啊，李宁记，你要不选个龙就一龟得了，又想冒充不是乌龟，结果玩了半天还是不会嘛。所以单人现在很少有那种前中期特别垃圾的，找垃圾也只能从 AD 里面找。塞纳也厉害，厉害好点，厉害好点。所谓开大的鳄鱼，兄弟们要来就把 AD 得走，但拆掉塔就不好说了。小安在侧翼锁到了小安，能不能跟上伤害系统？这俩人没伤害，小闪现，鳄鱼没了。继 Q 三跳回微微，准备下班，想想从哪个门走啊？这么专业吗？都啊，成分感觉一样吗？好像有点一样，然后跟别人接，有人接不上。小龙啊，什么情况啊，炼金龙魂团就看这一波了，来了，这一波很重要，什么红蓝方互换了吗？哦呦，一技能过强，锁的还不错，地心的没秒掉，哎，快一针被秒了，这不很关键，叫个八过去先喷两口，嘎啦闪热炎没压力，嘎啦嘎啦嘎啦，追追侧面去了，嘎啦不打正面，要杀完了，要烫死了，嘎啦不需要救救嘎啦，哦，嘎啦能自救。哎 ，A 针我记得他是出了秒表的呀，为什么还没秒呢？也没动过好像。对，但是对吧？有表，好像是 Q 闪现。双 C 都有金身，一片漆黑开动了，这个打的应该很快，雷迪卡白再加上这个弹枪，难知难觉是给 LNG 机会的，打打真开，侧翼有人在绕。千多，要看微微来了，抢一波大龙直接洗白，直接昂首挺胸走正门。SKM 卡住 W 捏一下，往前顶，两千多打完了，微微要进，两千多微微进来，要被秒了，一千八，没人帮微微啊 ！LG 必须要撤退了 ，Q 三跳一下，好，你都带了，但是要被激活，要送，哎，被斩杀，后面鳄鱼也拖了一下时间，万一想要一下。来了，叮！哎，这怎呢？喂，他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原地？看到吗？哎，不是那个圈都出来了？没，他中亚取消了，应该是。哦，他怕。就是卡牌大招，如果飞的时候你摁中亚是可以取消大招的，但刚才不知道 A 针他是想落地中亚，还是他就是故意想取消？嘎啦嘎啦嘎啦，亲到了，把嘎啦秒了，再来一口，喷昏了，嘎啦不用自救，救赎之道就在其中。
难道说还有反转？还有吗？但是我刚才想知道 A 真他到底是想落地金身，还是他就是想中亚取消？好像是有点摁早了，他那个位置应该没什么危险。是啊，他有金身，他就算七闹也不会被秒。应该想复刻落风，但是自己摁早了。刚才这波有点可惜啊，要是落地中亚的话，其实就帅了。而且还是中路啊，历史点。没办法，前缀换成 WE 这波就成了。中路杀神，看一眼，太大。哦，台名，他摁早了，有点着急了，得落下来才能摁这个表。他是怕被贝尔压起，他把兵给他了。中路兵线给了 IG， 怎么说？哦，往前压一个黄牌定住，要看瑞尔，但是快板要死。哎呦，给了个 RE 救下来了，瑞尔先倒了，完了减员了 ，LNG 要。哟，这不硬着头皮得来，还是中路推两塔？推中吧！这金魂真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。对，能拆俩塔。推中拿个赏金，拿个赏金得了。不能不能，大龙刷了，现在开挂。IG 得给李宁进上压力了。摸着石头过河呀，一点点看，打速并没有很快啊，是来得及的。RQ 砸一套微微半血了，往下走想打加塔团，打团给个黄牌。让嘎啦喷啊！续着了，回去打龙去了。微微能不能救赎？前面有个 YS 他妈顶着，双坦上斧一顶，不行，根本进不去，就把大龙给了，打前排就赢了。李宁界，哎 ，Wink 又活下来了，微微死了，大龙又拿完了。哎呦，得追一下，他们只有四个人，小 IG 是要走的，追啊，四个人也得追啊，让龙喷，让龙喷，火炮，火炮，一闪没清到 ，W 拧住 ，YS 给他卖掉自己，撤呗 ，IG 撤呗，这个小火龙爽完了，要不然。也杀完了呀！小火龙下刷嘎啦，全杀了！嘎啦，嘎啦，嘎啦！奔他 Q 吧，嘎啦！要杀，要杀，不杀了！嘎啦！自我救赎，没有人要救他！嘎啦！龙，斯莫德，嘎啦亚波了！都给舅舅道歉，都给嘎啦认错。黑神直接大骚脸一。心态要崩了，而且嘎啦拿过结果五杀，应该是 LPL 目前五杀最多的选手，他直接和乌兹并列啊，他现在是所有 LPL 选手里拿五杀最多的。乖乖，还刷了个记录。对，斯莫德，这 IG 后续卖的 YSKM 走就完了呗？是啊，但他们想要接，有时候不抛弃不放弃，也会酿成大错。LNG 又续住了。恭喜李宁记，好，以后嘎啦直走正门，直走正门，我就这把打完，嘎啦，没变出，这把有没？而且赢了应该都没人，没有，是啊，小上牙，对，哎，无所谓的，哇，太不容易了，这场比赛一度已经接近记了。小火龙救了两个。